来吧。船员宿舍。哇！哎呦喂！大风！快进来，快进来，躲到吊床上，快，躲到吊床上。完了，一人一个床啊！快快快，一人一个床，一人一个床、啊，对，躲到吊床上面。小心一点，一个一个上。快，没事，我会帮助你们。我上这边。那郭伟哥，我在你旁边。好，我在这儿。你在这儿哈。大老师，你来我这边。大老师，你来这边吧。我来这边。哦，行，那我去这个吧。这个可能是不是？小心一点。哎呦喂，有，小心小心。没摔着吧？没事吧？摔着了呀，要不怎么下去的？我怎么上去？来，我会扶你。三、二、一，跳！哦，没事，没事。三、二、一，跳！哎呦喂！哎呦，这个好有意思，还好好玩呢。踩着我的手，来。真的吗？可以。哎，好，哦，这个可以。哦，谢谢，谢谢我们德，谢谢我们德。大家安静，如果不出声，他们就不会管我们。躺好，都给我打起精神来。你去这边看看，我在这边看看。连长过来。啊，那个是屁股。你就是贾斯汀是吧？跟我们走。海路图丢失一定跟你脱不了关系，快点走，麻利点。完了，我旁边的人没了，就剩咱俩了。穿越宿舍的时候，我一开始躺在床上的时候就觉得不对劲，所以我当时就选择说，如果有人攻击我，我要选择在 Justin 旁边，因为我要他保护我。然后 OK， Justin 小宝贝第一个被带出去了。哎呀，大家快下来，快，他们走了，快下来。我们好努力的上去的。来，我扶着你。又要下来了。这么辛苦爬上来，就是为了把 Justin 带走啊？啊，对。大哥早说啊，我就不上来了。那海路图是 Justin 他拿走的吗？嗯 ，Justin 是谁啊 ？Justin。您想问我什么问题吗？好好回答您，您再说一遍。你们是来找航航海图的吗？再说一遍，一二三，三二一，你可以的。海路图是詹斯汀拿走的吗？你们是来找图的吗？找图没有，绝对是对的。詹斯汀是谁啊 ？Justin。行，那你们继续寻找，我先去看一下他被关到哪里，然后回来和你们会合。好的，我先去，你们注意安全。OK。这个上面说什么？这个上面说什么？兄弟们。兄弟们，我发现只要在吊床上，风船员就抓不到我们。我们还可以通过吊床移动到安全的休息区，但是在移动的过程中一定要小心，不要掉下去，被他们抓。哦，这底下全是风船员。哇，小好羡慕小贾的，他的任务应该没有这么累。啊哈！这个任务看上去就好累啊。没人了。现在没人，待会儿他们从底下突然上来，你们加入他们吧，好累啊！我去试一下单人能不能行。Cool， 试试两个人互相帮助啊！对，我帮你试一下这个环紧不紧，小心。我们要互相。可以。哦，有 feel。Cool。我试看看。你小心啊，我怕你被袭击。起来！不完了！
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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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来加油加油加油，来吧，走吧。其实挺简单的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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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，其实挺简单的。我弄不动了。来，我帮你，我帮你。来，谢谢。踩上来。谢谢，我弄不动它。我来。要不然我过去帮你。来来来，你先过来。上上。啊！你等一下。吓我一跳。你就先弹上来。我的天！好，你抓住床就行。谢谢，好了，谢谢各位，别动，你抓住床啊。哇！不动不动啊！不动，抓住了。来来，你先把它弄下去，我帮你扯。对，先把它弄下去。好，好。我能过去，完全是徐凯跟博伟把我拉过去的。对，因为我跟大老师跟 Ho 的体力都不是那么的好，是这个时候体力好的男生就会站出来，然后大家相互帮助，然后就团魂爆炸。对。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我的强项，所以说我觉得我理所应当应该多做一些，可能我的解题稍微比他们弱那么一点点。啊，但体力可能非常好，所以说我就把体力多付出一点，我让他们尽可能的少浪费体力，多动脑。对，我觉得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大老师加油！所有的都去他那儿了。不要碰我！爷爷，我笨！不要碰我，我笨！不要碰我，我比他们笨啊！不要碰我！啊！你接一下大老师。大老师，来，我帮你顶住这个，来。我给我搭出一个桥来是吗？哎，我过来了啊。好。好，可以。好，谢谢。这时候还得看我们凯兄弟。Cool。大老师陪我去做单线的时候，他是毫不犹豫的。大老师，你在哪？我在你心里。那么我看到他一个人在那的时候，我也是毫不犹豫的。那我们是一个 team， 那么我义不容辞的应该要去。帮助大老师，哎呦喂，哇塞，我都想哭了，怎么对我这么好啊？来，慢点。好，我可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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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好，好，快，快，快。Hello， 你们看看我啊，来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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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，你来。哎呦喂！乖 ，I love you。所以说，平时多帮助别人是好的。你看我们凯，徐凯是吧？然后他自个儿做单线任务的时候，我跟他一起去的。完事他帮我的时候义不容辞，然后把那个床都帮我拼好了，为我铺好路，铺好漫漫人生路。没想到是徐凯帮我铺好的，然后要特别感谢他。然后呢？我们觉得就是我们那个一条家族嘛，对吧？就是甭管是老人新人，然后只要在一起面对困难的时候，总是能互相帮助，这一点让我觉得特别热血，特别棒。